Hello， 我是燕仔。听说今天世界上最真实的 VR 游戏上市了，我赶紧买了一份。别问我为什么那么着急玩，因为听说这是一个真实的世界，想干嘛就干嘛。我就很喜欢这些想干嘛就干嘛的游戏。毕竟这是一个真实的 VR 世界，我就捏一个猛男形象吧。好，就这样吧，我觉得很man。当我成功的进入游戏后，就有一个妹子和我招手。难道我的愿望这么快就要达成了吗？操！我想起了自己的人物，干，真后悔，这还让我怎么做渣男啊？我缓缓地走了过去，妹子苗条的身材和微微红润的脸蛋，她那碧绿的眼睛深深地吸引着我。我呆呆地看着妹子，看啥呢，兄弟？我操，女装大佬？什么呀，兄弟，现在玩游戏是不是不然选女角色了？你好，我叫小春。小春不行，你这样就和隔壁的动画片撞名字了，我帮你改一下。发春是啥意思啊？大哥冷静，发春的意思呢就是发财的意思。哦，这样啊，那我怪错你了。对了，前面有一只野猪，我打不过，人家超怕怕的。我操，你说你一个大男人，你还怕野猪？你就帮帮人家嘛，求求你了。行行行，我帮你行吧，我求你别卖萌就好。一刀九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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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刀九九。闪光爆了啥？干！兄弟，就是前面那只猪，他是这个区域的 boss。不是大哥，你有看过《刀剑神域》吗？你别笑死我！真的兄弟，你信我？信毛你！我来会会他。一刀九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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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刀九九。我操！怎么野怪全都不见了？不知道为啥的，在我眼前的人逐个逐个消失。恭喜吉娃，我是你们大爷。欢迎来到老子的 bug 世界，这个游戏很简单，只要你们能打通100层就行了。不过你们的 HP 归零的话，我就会破坏你们的大脑，也就是死亡。然后我们每个人都还原了自己的身高、体重和样貌。哪尼，还原样貌？其实我觉得我长得还挺帅的，你说是吧？当我睁开眼时，眼前的每个人都还原了自己的真实样貌。不是大哥，你怎么还是这个样子啊？你是弱智吗？他刚才不是有一个选项吗？我选择了否啊。兄弟，我想快点离开这个世界。我也想啊，不如我们两个直接去打 boss 吧。好啊， let's go。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，然后我们就都死了。